怎么办，家人们？明明一进一个玩具，六六就是喜欢抢莱蒙的。莱蒙玩具被抢走，就来叫我。看到我了。然后我来安抚莱蒙六六，就跑过来炫耀。被抢了是吧？啊，又被抢了，又被抢了！哎呀，小莱蒙，小莱蒙，不要咬我手！六六给我，六六给我，给我还给莱蒙，还给莱蒙！不听话，打你脸蛋！啊，打你下巴！哎呦，差点给我带下去！抢了，抢了，我还抢不过你了，我抢不过你个小潘金吗？这真抢不过。哎，哎呀，你给莱曼了，莱曼他会叫。六六生气了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摸摸嘴，摸摸嘴，摸摸嘴。小白金还是很好哄的。今天。哎呦！还想吐啊，小笨心！哎呦！哎呦！好家伙，还去晃两下，他嘴巴堵着。哎呦，嘴巴胀，嘴巴胀，太大了！起飞！浇花呢，应该浇地呀、啊，洗地板，你帮我洗地板，是不是帮我洗地板啊？臭溜溜，嗯，小小鱼蛇，哈哈哈哈，嘴皮子的手感真好。乖乖，这边有个玩具，然后自己玩玩具，不要老抢。这边，小白金听懂了，家人们，玩吧，拜拜。